人生无限公司，你上班了没？除了五月天本身表演超精彩，边炒热气氛的嘉宾都是精心安排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佳佳，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上班。对，我知道前几天不是我，有人很想我吗？那今天大家就开心的一起上班吧，再来这一首《佳佳酒》，一起唱。要是我。佳的这首《佳佳酒》荣登2017神曲前几名，实在太羡慕能现场听的朋友了。接着27日，宇宙人带来自己的新歌《我们的探险计划》。我能看见星空下有人在寻找，只等光聚焦，孤单在背后叫嚣，追也追不到，终点有多远不知道，却从来不发出警告、如果你也听见我就讯号向我汇报。我能听见，我能看见，草原在后退，真不现，我能听见，我能看见，有一片人海等待着我出现。五月天将一路唱到2018年，还会有什么厉害的内容？请锁定我们。